替换。就是这样。就是这样。初级日本预定事项。好，一样有分难度。哦，高清画质的感觉不错。你就是新人吧？哇！就开始喽。你就是新人吧？今天的工作是引导基地里的车辆。引导基地里的车辆，参观基地，居然有中文呐、哦！非常的母汤哦。虽然你可能对引导车辆很熟练了，但是基地里有战车和战斗机体，是注意一点哦。好哦。居然讲中文。我们现在在基地的地下仓库，哈，只能接到这种地方了。就在这里进行简单的研修吧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干嘛？很厉害哦。什么很厉害？什么很厉害？我什么事都没做哎！不要那边趁机乱夸奖我啊！啊，往右推动操作方向感，不错哦。哦 ，L2 是跳，合格啦，合格啦。那么就开始工作吧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底下的空间很大，不小心就会迷路。好好是，嘿，快点，少啰嗦，废话。哦，那个纹理贴图，快跑，快跑啊！什么东西？放心，没事的。这小，嗯，怎么了？哎，果然真的有怪物。啊，等一下就会好了。然后突然嘣，怪物冲进来，开一个门，然后怪物冲进来。我要开门喽。好哦，你准备被吃吧你。哎，没有哎，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往这边，小心车辆哦。快点啊，有种捏我啊！被撞到可是很危险的。好啊。哪里有危险？你在骗我啊！明明就没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被吃掉了，乔治被吃掉了。乔治被吃掉了。不用在意，军人最喜欢开这种玩笑了。哎，是。那你哪时候被吃掉，我也开你玩笑好不好？注意战车，这里是车辆专用通道。啊哈。可是他们撞不死我啊，哥哥。学长，他们撞不死我，学长。发生紧急情况。发生紧急情况，这不是训练。再重复一次，这不是训练。好，这不是训练。是真的有状况吧？哦，你现在发现了，太慢了吧？不要动，不要动。哎呀，不用那么紧张。哎呀，这一扇门的后面。真的，你也不用那么的紧张。哇哟，错觉。救命啊！哈哈哈哈！啊，大蚂蚁，这不是世代的刚开始的大蚂蚁吗？他把他吃掉了、啊，有吗？开火！哦呦呦呦呦！开火！开火！蚂蚁来了！去死吧，怪物！啊，我没有武器啊！哇，我的学长就这样走了，在刚才刚认识第一天，学长都去了。啊，偷偷捡东西。哎，啊，我要逛大街哦。啊，我的武器在哪里啊？这些家伙是巨大的蚂蚁啊！你是没看过你？哪有恐龙？这是蚂蚁啊，恐龙！你没事吧？你是老百姓吧？不是，给我枪快点！我是男主角。啊？结束了、啊？哎，嗯？现在是紧急情况，好哦，有怪物入侵基地。是。目前怪物的数量。与状况不明，好哦。入侵方法也不清楚，好哦。无法与地面取得联络，好哦。我们被孤立了，嘿。在救援部队抵达前，只能自力救济。好的，我们也会给你们武器。你可以讲话快一点吗？虽然说守护民众是军人的义务，但是在敌人不明的情况下，嘿，我也没办法保证什么。是，一旦情况危急。就用这把武器自保吧。好，接下来会教你们使用方法。哼，直接给我就好了，不用教我使用方法，谢谢。嘿，没有什么我不会的啦，好不好？破坏四个嘛，好，已破坏了。哦、不能射啊！替换，就是这样，哈哈哈哈哈！
就是这样。好啦，破坏所有的标靶。好了，我会结束。很有天分啊，没有错。哎，我不能攻击了。哎呦，哦，原来这是翻滚。按下 L 3冲刺，冲刺后，冲刺时放下武器，扩大范围，扩大回收范围啊！这有点类似像吸魂机制这样子，以协会攻击操作。稍微能派上用场吧。你少啰嗦嘞，空他小，先稍微派上用场。你跑屁啊你！跑什么东西？这样哦。哈哈哈！你跑嘞！你们负责戒备四周，跟我走。跑嘞！听好了，嘿。接下来可能会遇到怪物，自己的性命自己顾。好啊，知道了吗？拜。结束。打完了，林北居然要花个快要十分钟的时间听你们在讲废话，快让我正常游戏好吗？哎，我们要打蚂蚁了。拯救被捕食的伙伴。可能潜伏在四周，提高警觉。Go。老百姓，不要脱队。林北就是要脱队，怎样？不用跟紧你啦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也会参加战斗吧 ？Go go go！ 可是会变成那些家伙的粮食哦。不会的。这种话了，我们会尽量保护你的。不会的。你要不要过来啊？你是第一次拿枪吗？可别吓到发抖！是你们要被吓到发抖吧？就是这么厉害！哎呀，要手别抖啊！那也要手别抖啊！那也要手别抖啊！快点呢！快，快还要再快！好，快开门！解锁隔墙！解锁隔墙！哦，门开了！有怪物！我把这钢索袭击！哇！你们就蚂蚁什么怪物，就说巨大蚂蚁就好了。什么怪物？怎么会那么大只？怎么会那么大只？要是被咬到，就死定了。要是被咬到，就死定了。嗯，好，大蚂蚁嘛。那我猜猜，可能下一章节是大蜘蛛，怎么感觉跟四代差不多啊？朝地面前进，跟我来。好，没有问题。Come on！ 可以打倒怪物的王牌，楼上应该有战斗机体的机库才对。哎呦，战斗机体的机库哦。只要有战斗机体，就不会输给那种怪物了。只要有战斗机体，就不会输给那怪物了。好。库巴，库巴，你的 B 机呢？快冲过去掩护我们！不要，我不想掩护你。嫩，扎地人，正中红心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蚂蚁巨大化，怕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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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呦哦呦！看这些肉块挡的我没办法攻击。干得好，你似乎很有天分。还好啦，还好啦，是你们太烂了啦。我刚看到前面好像有个武器箱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居然没有，算了。我走了，跟我来。好啊，跟你来。奇力 K 的。应该有战斗机体才对，是那个像机器人的东西对吧？啊，不然呢？像老鼠，对不对？中士有执照，交给我吧。中士有执照。我的射击技术就是这里，我要打开了。咦、这些家伙，的确往我脚背跑进来。哦，跑进来。战斗机体都坏了。哇！战斗机体被破坏了。来。是闪龙接我们的，哈哈哈哈哈！看超好笑。
那个配音都不会想笑场啊。是闪龙接我们吗？不要，我先捡东西，干，抓小，不要逼我，我要捡这个，这个是武器箱，哇，好多武器箱哦，先捡再说，你们加油，你们加油，好爽，好爽，哦呦呦，啊，不是死掉了吗？怎么突然站起来？第二条命是不是？我不能死，因为我是赛亚人的骄傲。嘿，看来这些战斗机体都坏光了。对啊，不慎这下糟了，被我的火箭炮轰死了。Go go go！ 哎，火箭筒是不是有弹药数量？哦，没有，无限的啦。只是装填到一半，你做切换的话，它会停住。到底有多少怪物啊？我不知道啦。到底有多少怪物啦？死去！怪物的产地吗？死吧！不要，不想回答你。我不想救你们。你们实在是太废了！我来捡东西的，姐姐。出现了这么多怪物，地面那些家伙都在做什么呀？救援部队一定会出现，那种怪物会不会是从哪个动物园逃出来的呀？动物园？那收容所要非常大才行啊！哎，他们穿的盔甲好帅哦！哇！围着他，数量太庞大了，这么多怪物，之前到底都躲在哪里啊？我本来就快失眠了，要是还不跟睡不着，得找谁负责呀？公拉小，遇到怪物跟失眠有什么关联性吗？找借口也要找的正常一点的好吗？林飞，要不要干脆签下去啊？签你妈啦，签下去！你不要在那边洗脑我、哦，我才不会签的，你放心。要不要玩文字接龙啊？你还有心情玩文字接龙啊？哎呀，是太无聊是不是？提高警觉，要打开隔墙了。快点啦，少啰嗦。我要做心理准备。不用。门的另一头绝对是一堆怪物啊！对啦。准备好了吗？快开呀、啊！我要解锁了。哎呦！哎！搞什么呀？竟然敢吓老子！真是够！赶紧往前吧！搞什么？竟然敢吓老子！这实在太好笑了吧！会在基地中遇的。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款游戏。如果没有中文配音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会有点无聊。可是包总有中文配音，干太好笑了吧？怎么有一种超级喜感啊？好有喜感、啊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得救了！得救了！我想知道地面的情况。我不想给你知道。来，给你看我的屁股。给你看我屁屁。快点啦、啊！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应该都不会比现在的我们惨吧？啊，死了，完了！哦，还好他们是不会死的、啊。那些怪物搞不好是哪国的兵器吧？哪国的兵器啊？说真的，你们是没看过巨大蚂蚁是不是啊？我有看过这种科幻小说，是讲老鼠跑进太空船的故事。老鼠在太空旅行中不断的增加，最后把粮食全部吃光了。跟机械不一样，全部吃光啦！中士，原来你没事。哎，中士，把隔墙打开，这可不行，这可不行。隔墙的另一边似乎有怪物。原来如此。谁在唱歌啊？就只有这条路了，必须消灭怪物。我不行啊！大家一起来，用力！死守这里。好呀，快开门啦！上了啊，等什么？开隔墙，是长官。
是长官。哇哦！哇哦！别怕，把他们全部消灭！啊！嘿嘿嘿嘿！去死吧，怪物！我快受不了了，混账！我快去了！居然要跟怪物战斗！你居然要跟怪物战斗！哦！你火箭筒初级还真好用啊！啊！就是现在！哎、啊、呀、yeah, 嫩小嫩鳖嫩止不住发抖，可别小看我。嗯，还有吗？弹夹空了就装填啊，白痴吗？那边吃不饱怎么办？那你再吃第二碗啊。弹夹空了怎么办？装填啊。我想大便怎么大？去厕所啊。欸，上面有一只，是不是？好，打完了。不远了，只要回到地面就得救了。就请你吃饭，请你吃什么啊？吃屎啊！应该要结束了吧？到出口了，与部队会合。进来啦！进来啦！哇，出口！动作快！动作快！出口，出口！老百姓，到排长那里去吧。没想到你还挺可靠的。我开始觉得肚子饿了。是啊。我刚刚打蚂蚁打得怕的要死，现在突然觉得很，清幽。这么说，我现在觉得肚子饿了，这样子哦，情绪转换还真的是非常的快速。嘿，已经安全了。好哦。你们要不要唱？哎，打完了、哦。我本来想说，你们要不要唱一下军歌？刚刚你们唱的蛮好听的，说就这样结束了，我们要出去了。哇，拿到东西挺多的，还不错哦。有没有？我们突击兵就拿到四种，突击步枪、飞弹发射器、狙击步枪跟特殊的回复枪。飞翼潜行兵是有什么近距离的刺箭枪啊，雷霆弓。啊哈，好，感觉不错。哦。子弹80发，哦，这边都会解说哎。飞弹发射器发一个，具有高通用性的单人飞弹发射器。哦，红框瞄准敌人，雷霆弓，好，到时候再说。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里哦，单纯只是一个试玩。我觉得光前面我就觉得超屌的中文配音。好啦，就是一个稍微的试玩啦，我就觉得就是我可能还会继续玩下去吧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啊，观看量又够多啊，观看量又够多的话，哎，就是可能会继续玩下去吧，好不好？那如果你们真的喜欢这一部影片啊，也想要让老头赶快多拍一个新的啊，那你们呢就请多多分享老头的影片，以及在下面留言按个喜欢，让老头知道你对这款游戏非常有兴趣，想要继续看下去。好，老头知道之后呢，哦，就会继续拍下一集啦。感谢各位收看，如果喜欢影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小坏笑，帮我留言我是老头。我们下一集啊、哦，我们的地球防卫军五啊、哦，我们就是中文配音再见面了啊、哦，我们地球防卫军五再见面了，拜拜。